木耳是这样种出来的。什么叫高手在民间？原生态的木耳是怎么种植的呢？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最原始的木耳种植方式。首先是给木头打孔，每隔5厘米打一个孔，周身都可以打孔，然后把菌种放里面填充，最后给它盖起来，可以用玉米芯或者碎木屑，就这样放阴凉潮湿处就可以了。这样种植的木耳已经是最接近野生的了，具有 90% 以上的野生木耳基因。还有不明白的评论区见。今年的天气有点怪，天上有雨呀。